碗和家的砂锅土豆粉。它这里面的金针菇还有豆皮还有海带都是自带的，小粉特别筋道，特别 Q 弹。我这一碗就是一包的量。现在还送这个鹌鹑蛋，他们家这个料就是超足。味道特别的正，跟你在店里边吃的一样。这个咱们自个儿在家煮，还可以往里边放点肠啊，放点丸儿。这味儿太正了，下面都是海带跟豆皮儿。